华为新品发布会大家都刷到了吧？你可能也和我一样，更期待这个堪称科幻的 Mate XT 非凡大师啊！像这样的 Z 字形展开的三折叠手机，可以说是99%的人都没有见过的存在。但是呢，之前的两折叠手机都已经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时尚小垃圾了。那么三折叠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用过这么多旗舰折叠屏手机以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生态。比如说现在的主流视频内容还是为手机横屏而设计的，而两折叠呢，因为要考虑折起来放进口袋，所以不能太宽。其实展开以后啊，更加接近正方形，刷剧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出现宽宽的上下两条黑边，相当于把这么大一块屏幕都给浪费了。虽然各大厂商都给自己的屏幕比例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优化，但毕竟啊，不可能所有 APP 都100%覆盖。接下来就是老生常谈的折痕问题了。虽然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折痕已经很微弱了，但是你全神贯注盯着它看的时候还是能发现的。如果你很喜欢勾栏听曲，脸上这道折痕就是在正中央，就算是美女化了一整天妆的盛世美颜也得全完蛋。如果你喜欢玩手游，设计准镜也在折叠屏的正中间，不仅看着心里边难受，也会影响我们锁敌开枪的时机。但如果我们在两折叠的旁边再加上一块屏幕，那么中间显示内容的黄金区域就变成了一整块完整的屏幕，折叠屏以往的缺点就全部规避掉了。那既然三折叠比两折叠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其他厂商没有量产呢？最主要的原因肯定还是因为体积和重量。现在的大折叠屏手机呢，可能比蛮荒时代瘦身很多了，但是依然和全副武装的重装水桶旗舰不相上下，甚至还会重上一些。所以如果给两折叠屏手机再加上一段铰链和屏幕，拿在手里边就真成了一块板砖了。不过从于和伟的这个宣传视频里边可以看到，他说这台机器很大很薄，这个就要用到发布会上的公开数据了，看看它究竟用的是哪一个三体黑科技。其他厂商没有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格，万元以上的高端旗舰一直都是苹果、三星、华为的主战场，其他品牌很难横到夺岸。像 Mate X5 首发价格12900，不缺货的三星 Z Fold 6也要14500起售。我个人觉得苹果已经挤了这么多年的牙膏啊，旗舰也卖10000多， Mate XT 非凡大师这么科幻的三折叠屏旗舰，怎么说也得卖个36999吧。啊，太贵，首发10000多的 Mate X5 疑惑难求，最高被炒到了100000。不要说贵不贵了，只要能抢到那就是血赚。好，讲了这么多性能指标，这一次的华为三折叠屏 Mate XT 后边跟这个后缀非凡大师也非常有说法。从身边的商务大佬来看，会买这个非凡大师的人现在用的不一定是 iPhone 16 Pro Max 和三星 S24 Ultra 这样的普通旗舰，更有可能是 W24 星系天下和 Mate 60 RS 这样的定制旗舰。首先这样的高定旗舰辨识度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往会议室桌上一拍，谁都能一眼看出来大佬的身份。更有深度的外观设计也能够满足他们对商业价值观的追求，超大的展开尺寸，这种尊贵的仪式简直就像是想借 S9 的零重力座椅一样。那既然领导用起来都合适，那我们普通人用起来岂不是更好了？无非就是价格问题了。这次这块三折叠屏幕由京东方独家提供，既然是国产厂商，技术会很快的迭代，价格呢也会很快下降，相信很快买苹果三星同样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样非常不同非常尊贵的三折叠手机了。这次发布会呢，我们也会去到现场给大家第一时间汇报，当然也会第一时间拿到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真实详细的使用体验。好了，我是博然，点关注不迷路，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